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先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4月11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4月7日星期四上午20:59至59分。本院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12人，列席委员黄委员国昌等26人，列席官员全序部部长张泽琛等17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赖世葆等19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1条、第23条及第2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及民进党党团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1条、第23条及第2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徐委员、苏华等7人提出质询，委员林德福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局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第21条修正为：公务人员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请退休或之前者，应不予受理：一、留职停薪期间；二、停职期间；三、休职期间；四、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涉嫌内乱罪、外患罪尚未判决确定，或不起诉处分未确定，或缓起诉尚未期满；五、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六、依公务人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中；七、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前项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员自届龄退休至持生效日（以下括弧以下简称届退日期），应先行停职。第一项第二款及前项人员自届退日起至原因消灭之日，得比照停职人员发给半数之本（括弧年供奉）。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七款人员于届退日者，应于原因消灭后6个月内，以书面向原服务机关申请办理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办理退休：一、撤职或免职；二、6个月因办理期限届满时，仍有第22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者；前项人员已锁定6个月因办理期限内死亡者，已足得申请依一次退休金之标准核发给予，但退休条件已达，则责领月退休金，且其已足符合第18条第4项锁定条件者，得按应领月退休金之半数，给予月抚慰金。前2项人员均以其届退日为退休生效日，但休职人员应以原因消灭，并经权责机关核准复职之日为其退休生效日。前项人员依第3项规定所领之半数本年供奉，应由退休金支给发放机关，自所发退休给予或抚慰金中核实收回。三、第23条修正为：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自原因消灭时恢复：一、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在任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奉（括弧薪给）待遇或公费（括弧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括弧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证或捐助证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括弧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括弧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以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本条自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
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已在任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权利者，于本条修正施行后三个月内，仍照本条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异领情事者，应由支给机关依法追缴至停止支领日起异领之退休金。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族，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四、增订第21条为：公务人员在职期间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而未经停刮胡免职，或未经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者，于本依本法退休、资遣或离职后，始经判决确定时，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休给予，其已支领者，照应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部追缴之。一、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致使剥夺其退休给予。二、经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未满者，应致使减少其应领退休给予之50%。三、经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3年未满者，应致使减少其应领退休给予之30%。四、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2年未满者，应致使减少其应领退休给予之20%。前项人员受缓刑宣告期满未经撤销者，自宣告期满后不适用前项第三款及第四款规定，其已减少之退休给予，应由各支给机关补发之。第一项人员因同一案件与其他法律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休给予处分者，从重处罚。第一项锁定退休给予应按最近一次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任职年之核给，其内涵包含以下各项给予：一、依本法支给之退休金、资遣给予给及依第30条支给之补偿金；二、公教人员退休金其他现金给予补偿金发给办法之补偿金；三、政府拨付之退休基金费用本息；四、优惠存款利息；五、遗嘱抚慰金。第一项人员在任公务人员时，其依第一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休给予之任职年资，于重行退休、资遣或离职时，不予计算。退休人员曾依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减少退休给予者，于在任公务人员并依本法重行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休给予之任职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9条及第29条锁定最高财计年资为限。依本法退休之前后始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刮胡薪级或俸刮胡薪而计算退休之前给予。本法自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有第一项及前项规定者，不适用修正施行后之规定。五、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六、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各位委员及本委员会。继续宣读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审查委员赖世葆等20人拟具《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案，宣读完毕。哎，关于议事录的确定有没有遗漏或错误？如果没有，我们就议事录确定。介绍列席的官员及在场委员。法务部政务次长林辉煌林正子，谢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孝成，还有
也是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法律事务处专门委员李文秀，内容事务处检任视察林慧玲，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李玉春，保护服务司司长张秀渊，社会及家庭署副组长林之蕊，经济部商业司专门委员张丰源，教育部资讯局职业教育司高级分析师黄世峰，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法官叶山谷。在座的委员有赖世宝委员、尤美女委员、许淑华委员、许艺人委员。好，现在进行我们柯建铭委员也刚进来啊，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提案说明及报告，请提案人赖世宝委员说明。主席，各位先进，那么从昨天的这个所谓的白玫瑰的游行呢，也上万人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对于儿童的保护啊，其实大家都想从各个面向来保护。虽然昨天的这个诉求的论点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并不见得说完全的有相关了，可是关心儿童的健康啊，关心儿童的发展，应该是大家都是不分蓝绿、不分党派，大家一起来哈。那今天我这个提案呢、就是《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那么各位都知道，现在有个人资料保护法，可是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在美国是有针对儿童，它叫《儿童网络隐私的一个相关的法》啊，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哈。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在儿童有鉴于这个儿童坠入网络不良的资讯陷阱，衍生沉迷网络恋情、诱拐诈骗、性侵害、恋童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呢，我们希望能够制定儿童网络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草案，立法来保护儿童网络个人资料的收集、处理、应用啊，来保护他网络的个人资料安全。换句话说，就是说，儿童在现在来说的话，几乎小孩子很小开始啊，那么就开始接触这个电脑、接触网络啊，然后而且都是很风靡这个东西啊。那我们这里面的儿童规范的这个对象范围，是这里面所谓的儿童是在12岁以下的，他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换言之，整个法这个条文并不是很多，但是啊，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啊。那希望就是说，要收集儿童的网络使用行为的相关的个资啊，应该受到一定的规范、一定的保护，来进一步的确保儿童在他在使用网络的过程当中啊，他受到一定的保护。我想这是整个立法的整个一个要旨跟重点啊。那我们看到各单位啊，其实他们的回复都并不反对，甚至于大家都赞成。可是我也知道，那么等一下柯总召有他的高见啊，那我当然都尊重每个委员的发言啊。但是现在变成是好像找不到这个主管的单位啊，原来以为是这个法务部啊可以管这个事情，法务部不要管 ，NCC 也不要管，那么这个卫福部也不要管呢，都找理由，这个他不是他的，这个不是他的啊，说立法意志针对十二岁的这个他的一些网络的使用行为，包括网络游戏等等的哈，那现在又有人说这应该经济部商业司哈，那所以我讲我在这里就是提出。我虽然不是本委员会的，但是我是主提案人，而且我们本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委员的许艺人也是主提案人啊，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说，最少是不是，即便说我们还可以讨论说主管单位到底谁来的话，那是不是今天还是可以让我们来进行所谓的这个大体讨论询答，我想就不会浪费到时间了，否则的话你只是说因为找不到主管单位，所以这个案子如果来停开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我想做这样的报告，也请各位能够支持啊，指教，谢谢。
好，谢谢。好，程序发言啊、哦，好，请柯建铭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今天审查《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啊，那刚才赖世豪委员也已经说明，我们能够体会他对这个法的关心哈、啊。那这个法是上一届赖委员有提出来哈、啊，然后这一期没有审，那这次再来审哈、啊。他们排今天排在这里有点像电档了，反正司法委员好像没有什么案子哈。啊那是有关于这个，我们先要理清楚哈、哦。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有关儿童的话，也应该是在卫福部啊主管哈、哦。那网络 NCC 对不对？那个资是法务部。那这里面有规范到有些商业行为，网络上商业行为，刚才赖世豪委员谈到是经济部商业司。所以纵观今天这个法案哈、哦，我个人的看法，上一届有一个法案叫做《儿童及少年性》。剥削啊，性交易防治法哈，啊，那个是那时候当初院会交下来之后，就是在我们司法制委员会主审啊，那时候包括卫环王益明现在还在当立委哈，所以跑在这里，卫环委员会跑在这里反对说这个法案应该是要卫环来联合审查，而且也是卫福部主审的，说卫环主审，就是同样这个像这样的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法，现在改性剥削防治法哈。那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法哈，看看所有各部会报告。哎，这个法务部讲的也有道理啊。这特别法本来就是主管机关，要是卫福部了哈。那大家推来推去，啊，卫福部说这个给这个哈，给这个法务部。那当然 ，NCC 也在这里说、这个。好，这个我们不是主管。照道理，那网络应该就是，所以要 NCC 来，当然必须要有他主管的部分。所以本席在这里认为啊，连这个主管机关都还没搞清楚，而且这个没有行政案子啦，哈，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在排斥这个法案审查，啊，只要审不是说今天啊，今天寻找才不会浪费时间。这个连谁应该搞清楚，弄谁来联系审查，啊。应该是不是我这样建议的、啊？是委员会是把这个退回院会，让院会重新交付，由这个司法考试以及卫环，当然这个主审应该是卫环的。我做这样的建议，好不好？请各位委员大家参酌一下。我这的话，这个根本没有毫无意义，根本那等一下你叫各几个部会大家自己谈哈，大家都在傻啊，这大家都在推了，哦，我们自己委员会自己做一个。做一个明确主意，这比较重要。好，接下来，许益仁委员程序发言也是三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关于这个法案呢、啊，本席是认为他的确有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被。讨论的重要性啊，因为长久以来这个儿童这个网络的这个法规啊，其实政府没有一个单一的跨部会的这个机关去做一个中间的界面去处理所有跟网络相关的法规。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台湾在处理虚拟世界法规是完全没有一个权责单位。那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目前以政府的结构来看是 NCC， 就是通常会。那通常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那他今天也来了。那还有包括像卫福部、经济部、教育部、司法院，还有法务部，今天都有人代表在这边。那本席是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个询答，然后来去各方多交流一下意见，我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方式。然后在这个法案里面其实算是蛮重要的，那希望这个主席这边可以明察，那可以有这跨部会先充分的沟通，在这个提案上面能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协调，还有对于这部分当作优先处理的
重要性。谢谢。谢谢。好，林德福委员程序发言，等下一个程序发言，尤美女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这个今天呢、这个整个，尤其今天这个议案哈、哦，那当然，那不管卫福部也好，哦，这个包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包括这个内政部，原来儿童局是设在内政部辖下，但是现在归卫福部管，但是卫福部一直认为说就设专章，哦，那。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他也就是认为说不宜在他这个单位来处理。那包括内政部都一样。那其实内政部哈，因为他有网络警察，其实他是应该真的是内政部也脱不了关系。但是重点就是，人家美国在1998年他就已经制定这个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就是所谓的 CUPPA。那在2000年的4月21号就开始生效了。那其实像这种状况，目的就是要吓阻这些业者利用这个线上的这些游戏来骗取13岁以下这些儿童的这些个资等等。那我认为我们政府是不是有必要像美国一样提出更完整、适合台湾儿童网络保护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事不关己，而且这个。十多年前，美国已经有想到这个为儿童来做这些保护，来这些立法。那我们的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落后美国，真的有十几年。所以说，我认为说今天呐、这个议题是很重要，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把它做一些探讨。那这些部会推来推去，到最后就是好像不了了之。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这些网络的事情，哦，但是那时候再来做一些补救工作，不如我们现在及早发现，知道要怎么去立法，怎么来保护这些儿童，怎么来针对这些业者来做一些强加式的这些要求规范。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啊，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委员同仁提的这些案，这个我们不去重视它，你今天不重视，未来啊。再提出来再探讨一次的时候，那时候就人家就会来做一些检讨，说当初我们要来研究来探讨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研究怎么去要求，结果里面因为部会首长这些推来推去，造成就不了了之。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以上这是我的看法，谢谢。谢谢，请尤美女委员程序发言3分钟。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哈，这个就是儿童网络的个人资料保护，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也就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所以主管机关是谁，我想这个也非常的重要。那这里的就牵涉到说，它因为里面的内容，它牵涉到各自的保护，也牵涉到儿童权益的保障，那同时也牵涉到它的主管机关这个 NCC 在网络上的一个监督管理。那还有呢，它里面有一些的所谓的游戏商业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它会跨法务部，也会跨这个所谓的 NCC 的这个交通部，那也会跨这个商业经济部的商业司，那也会跨这个卫福部。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既然是这么重要的法案，我们至少应该要联席。好，所以说如果说是不是要由我们这里来主审，我想这个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呢，它这么重要的法案应该要让其他的委员会，因为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它其实是应该要联席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只有我们自己司法委员会来主审，我想这样是有所不妥。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比照上一次我们这个儿童这个性剥削防治条例呢？好，那时候也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司法主审，好，那后来呢就是卫环
好、哦，这个卫环的那边后来改成卫环主审，我们联席，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是要由卫府那边，好、哦，卫环那边联主审，还是要由交通主审，还是要经济主审，还是要我们司法主审？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样，应该要联席，所以这部分请主席呢能够衡量，谢谢。请段宜康委员陈序发言三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哦，我觉得不管是由哪一个委员会主审啊，我是建议提案委员可以把它拿回去再重新改一改了哈，因为这个法案就目前的这个内容来看一点都不重要。我这样讲很不客气哦，不过我觉得提案委员完全搞错了方向。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哪个委员会审，而在于这个法案它确实有必要照现在的状况我们来立法吗？立法一直提到，有鉴于儿童坠入网络不良资讯陷阱，衍生沉迷网络、网络恋情、诱拐、诈骗、性侵害、恋童癖等严重社会问题。我要请问一点啊，就是这个要防治这些现象的前提，是加害者要知道这个儿童的真实资料，他才有办法加害吗？被害者被诱拐。在网络上面，他需要知道你的名、真实姓名、年龄，他才有办法诱拐你吗？我觉得这个超乎现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规范的对象限于商业行为的经营者，这是第二个荒唐。各位，请我去看一下脸书好了，脸书上面他这个社群网站啊，你在加入脸书，不管你几岁都可以加入啊。你国小的学生可以加入脸书啊，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你加入脸书不用钱啊，他不用知道你的真实姓名，他也可以拐你啊。我觉得，我坦白讲，我这样讲比较不客气，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花那么多时间，花一天的时间哦，要来处理这个，坦白讲，我认为照现行的条文来说，一点都不需要另外定新法的这个法律啊，我觉得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我如果说我们还是决定要进行报告询答，那我要请包括卫福部、法务部跟 NCC 在内的这些潜在的主管机关，在你们报告的时候，请你来告诉我们，以现有的这个儿少法69条的规定，以现有的个资法的规定，如果有不足，那么你们觉得是应该要定新法，或者去修改，包括儿少法，包括这个个资法的相关条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动辄去立一个新法，看起来好像立法院很伟大，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其实会让外界看笑话，尤其是这个案由所提的这个伟大的目标。用法条的手，这些法条手段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谢谢。谢谢。哦，好，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有请部会来了哈。我觉得不管刚刚各位委员所提的程序发言哈。都有各自的道理了哈。那像主管单位好，应该是哪一个单位？我想这一部分哦，主管机关应该是哪一个机关哦？这个是我们立法院在决定的啦。好，那但是要不要联席，那就是我们自己要讨论的哈。大家要有共识的，这个我们没有预设的立场。好，那至于立这个法，好，到底有没有它的必要性？我们当然要听，我们这个尊重个别委员的意见，但是也要听一听主管机关，好、哦、他们的说法。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依照计划进行询答。那等一下，个别委员。那我跟柯委员说明一下哈、哦，
我们今天哈会在这边开这个会，是院会已经交付到委员会，所以我才有权利排这个案的。那如果我们大家有意见，我们还要决议再把这个法案退回到院会，但是我们还没走到那个程序啊。好，顾立雄委员程序发言三分钟。就说这个法案现在引起争议的最大争点是，他在提出他的草案的同时，他没有列主管机关。那如果他列了主管机关是法务部，那也许我们今天来审是有他道理，但他今天没有列主管机关，然后法务部又不愿意担任主管机关，那因此如果没有办法确认主管机关是谁，司法法制委员会要怎么审呢？司法法制委员会可不可以去审应该列卫福部为主管机关的草案？这个第一个问题可能主席要解决一下，对不对？如果今天的主管机关是 NCC， 那我们能不能审 NCC 主管的这种草案？这样的程序在我们一读把它审查完成，却没有办法将主管机关在审查的这个当下把它先厘清，那么会变成我们的这个委员会啊，按照我们立法院各相关的委员会的组织法会产生问题嘛？所以这个是应该提出草案当时这一个提案的委员他没有列主管机关草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问题嘛？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可能要请主席要特别能够要裁示，今天提出的相关的报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至少我的理解如果没有错，司法法制委员会所应该要主管的这个草案要以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作为前提嘛？如果法务部不是主管机关，我们今天这个司法法制委应该也审不下去吧？那可是今天的报告，法务部很明显的他认为他不是主管机关，或者他不能当主管机关了，所以这一点麻烦主席处理。我想我们在审查那个总统交接条例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主管机关大家推来推去，到最后主管机关是由我们审查的委员所决定出来了。不过这个错误哈，就是说我同意我们顾委员刚刚所提到的，提案的内容里面没有明确的指出主管机关，所以交由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来主审有争议，这个我接受。但是这个错误是发生在院会那个层次，院会交付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现在要来补足处理院会所发生的错误，那当然我们都会尊重个别委员的意见。我们先协商，大家协商，协商十分钟啊，那再接着看大家的意见，继续下面的议程协商。
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哈。那大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处理的状况会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今天我们会暂停审查哈，因为关于主管机关以及是不是要跟其他委员会一起啊联合审查本法案，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基本上我们会交还院会重新啊这个决定要几个委员会共同审查本案。那至于组成的这个委员会，也是要由院会决定。不过，我们自己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所以在现在，我先询问各位委员，对将来如果审查这个法案的组审委员会，大家的意见。依据依立法院各委员会职权法第十三条哈。组织法啊，对不起，组织法十三条哈，本案报请院会改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还有交通委员会联席审查，还有加上经济啊，因为跟商业行为有关哦，所以再加一个经济。那各位委员对于主审的委员会，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表达？好了，那请柯总召了，我们来请教柯总召。好，卫福哈，好货啊，社会有啊，不是啦，就是那个将来主审的委员会，建议哪一个委员会来主审？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比较坚定。好，那社会环来主审，好，这样子。那个报告委员会哈，那我们本件就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报请院会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内政、交通、经济委员会联席审查。好，那我们今天会议就到此，谢谢。